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睡一上午，睡一黑夜。 当其寂静的时候， 你的主没有弃绝你， 也没有怨恨你， 后世与你却比今世更好。 你的主将来必赏赐你， 以致你喜悦。 难道他没有发现你孤苦伶仃， 而使你有所归宿？ 他曾发现你徘徊歧途， 而把你引入正路。 发现你家境寒苦， 而使你丰衣足食。 至于孤儿， 你不要压迫他。 至于乞丐， 你不要呵斥他。 至于你的主所赐你的恩典呢？ 你应当宣扬他。